现在场上的是北京体育大学武术教授黄康辉，北京理工大学教授邱慧芳为大家共同带来的太极表演。老一辈太极拳运动员黄康辉、邱慧芳久经沙场，屡屡摘金夺银，为太极拳的推广普及做出了突出贡献。黄康辉，北京体育大学武术教授，多次获得全国太极拳推行比赛冠军。邱慧芳，中国当代优秀武术运动员，多次蝉联全国锦标赛、个人赛和团体赛、武术运动锦标赛的太极拳冠军，现任教于北京理工大学体育部。大力网球台球，社工总教练，大力。
生活。陈金晨讲师被晋级泰州大长风公司董事长，陈泽峰优秀泰州人才，国语老师七段泰语实力支持，机会未到。现在台上为大家表演的是来自北京的田秋信老师和来自陕西西安的陈全忠老师，请欣赏他们为大家展示的陈氏太极拳。北京市武术协会华晨武术社社长，清华大学、美国威廉玛丽大学特邀教师，陈全忠，93岁高龄，著名太极拳传承人，西安市协武会、西安市从事太极拳研究副会长，中国温县国际太极拳年会西安市分会会长。Thank you.
崔老师一家带来的祖孙三代红遍太极。陈政委，国家级非物质遗产保存生态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武术九段，国家武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十大武术名师之一。多年来，陈政委老师一直致力于太极拳的传播和发展，在海内外培养了上万弟子，为太极拳在全世界的推广与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场上为大家表演的是来自北京的崔仲丹和来自陕西西安的赵一鸣两位太极拳名家。杨氏太极拳经杨露禅营造天下，同时基于杨氏太极拳天下结构严谨，身法端正，动作和顺，而深受人们喜爱。崔仲丹，著名杨氏太极拳传人，五十八段，北京市杨氏太极拳协会副主席。赵有斌，杨氏太极拳著名传承人，现任西安永年杨氏太极拳协会会长。
人传承人陈小龙恩师。一心有一份大海的晴空，一生有一份苍穹的广阔，化艰难而含笑，抵万险而傲慢。一路走来，正是凭借着内心深处这份果敢和英武，造就了一代太极伟人、太极大师。这个一生不畏困境、不畏坎坷，迎难而上，谱写出一路太极高歌的，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陈氏太极学校代表性传承人陈小旺。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带来的竞技太极武术表演《太
此节目通过的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太极拳赛集体项目。Thank you.